就冇冇冇人知。有人偷嘅咩？有啦，有啦，坐啦，坐啦，呢個我哋嚟睇。你好冷漠，你好冷漠。他是新加坡的亚威了，他是亚威了。你生日住在这边了？对呀。OK。年轻人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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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不是来洗碗的？是，洗碗洗碗。对不起，买。终于来了。韩和自己家的，又来了，特产了。今天穿的特别漂亮，因为我想一下上镜头啊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你看看啊，对啊，还有什么？他参加哪里去上学呀？拿头发吗？回去哪去？回去哪来？来跟着你一起发财是吧？意思是吧？想发财去干嘛？我就是他。对呀，你怎么这样啊？那什么名字啊？两万还是在县里面？过来，两千块钱。但是我因为没有对不上扬州啊。看不出来啊 ，specialty 啊，这个忍不住不来了，回西部去就不来了。很多人简直怕你不来了，来吧。我和我可以24个老婆是的，去24个老婆。那现在那个不是严格控制去中国，他不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今年就是只能这样子。先给他打了，真是脸色都不错。脸色好，我快，我得他等待两个月，然后呢，就是到下午呢就要睡，就这点事儿，然后呢就休息啊，再收啊。哎，看你没撒谎。Happy New Year！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来来来，买一个，买一个，要早一点呢。什么时候有时间告诉我们？啊？现在就约，你今天就定了。对，今天就定。黑你阿良一家，然后Lake girl， Lake girl， 是不是？啊，我们没到年纪，明年才可以加，年轻了吧？也是国内的，漂不漂亮？好爸爸就问他，我那边的，现在趁我们的洛杉矶的同学聚会，我们想做一些传销，所谓传销的就是说，希望大家讨论一下，有没有兴趣在这个大聚会的时候啊，我们给学校捐献一些项目，这个项目主要就是说要建造一个纪念园，有这个纪念园呢，就我们以后啊，就是子子孙孙呢，不仅仅我们自己，以后回到学校都可以看到，很醒目的位置啊。对对，学校就说已经说可以给我们地方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呢，应该搞一个。对对，一个问题，关键就是他给我们什么位置。准备做多大？那过后我们我兄弟问我，应提到下一个，不仅仅是你的孙子啊，你的孙子的孙子啊，他们最高。哎，这这这说多一点，这怎么查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。如果你捐书啊，这个孙啊什么东西不要报出去啊？对，捐钱，这个钱也
你们两个可以进去拉拉聊天啊。拉拉没有拉。我准备今天到明天把那个东西拿到晚上，大家要不要炒一炒？就是。你看没有，他说我那么胖，我受气啊！要我对他好，对，他说替人夸，对他好，他说我说我有病啊，对，他会这样，对，你也是，你也是一样，对你那么好，你肯定有怀疑。向你致敬，向你学习，谢谢，佩服你的勇气，来。谢谢谢谢，哎呀，我太荣幸了，哎呀，好开心，哇，好漂亮这句话，激动啊！我们没有，我最喜欢兰花，对对对，是他的兰花不会隔一种时间被我弄死。你明天有什么打算？拍什么新片呢？没有，就是那个马桶来的。昨天本来想吃，昨天晚上才吃的肥。不要招架。